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期玩具评测，就是我们，是银河 S 所推出的超可动系列 UC 这个银河斯托留姆形态，当然说也是可以换装成普通银河的这一款玩具。现在价格方面，我入手的价格是135，事先跟大家把价格说一下，然后来介绍玩具盒子呢，跟银河 Victory 是一样的一个盒子啊，这种很小巧的一个盒子峰会，然后这个上面有斯特留姆的这么一个皮套啊，然后这边就是介绍可以换装，然后这边是2014年的一个产品，背后就是银河长矛吧，这个是银河的基友维克特利，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打开吧。日版的这个素质肯定是要比国代版来得好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一款，配件方面非常的丰富啊，整个包装都给填得满满的。主体银河所需要的5个替换零件，一个银河圣剑，一个银河长矛，这是银河。